昨天为什么那么大比分可以领先啊？球队有四个人 double double， 对，得分篮板都上双啊。Zary 跌跌撞撞把球捡起来，但是被 Garcia 给干扰，送到外围 ，Hinton 的三分线被 ，Not Dante Hinton，Charles Garcia， 他四场出赛全部都是面对工程师，工程师最怕什么？说真的。Garcia 最怕被断水断电，所以 Garcia 感觉就是来断水断电的。对，最怕电脑有 bug。是 ，Hinton 这个后仰的出手进，带好曾文鼎两个，真的是很值回票价。你相信电脑只有三成功力吗？我相信啊。对，亚打球很聪明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，什么时候该省力。哇哦 ，Hinton 也在弧顶位置，工程师的球员都有展现出来这个态度。加法也进的 Garcia 目前上半场拿下了十三分，还是勇士队这边得分最高的。Hinton 再给高国豪，时间剩六秒，三分线外 Hinton crossover， 一直找不到空档，一个弹跳式的出手，三分球，两分球，抱歉，裁判认为是两分。哦，这个球难度很高，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，还好感谢球迷及时指正。不过这两个。球队有在 NCAA 都算是比较都是强队，对。三分外线的 Hinton， 哇，压哨球，在弧顶位置 ，LaDante Hinton。好，握有球权之后 ，Hinton long two 有了，远距离两分球。